Mania Pony, Mania Pony。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异变，我是老头 Old Man， 我们又回来方舟异变啦。今天这一集呢，老头呢准备了几个动物的，不是动物啦，几个恐龙的模组哈，准备来进行一下这个模组的一个介绍哈。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呢是在异变里面才会有的东西，不过放在其他的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还是会生出来吧。我不是很清楚欸，所以说如果你们想要试的话是可以试试看欸。你这是干嘛？行为哥哥，你们现在不要这样，我正在录影啦。这样子我就要妨碍风化咯。我们让你这样克隆体复制，不是让你们这样子搞机的啊，我说好不好？好啦，这不是重点啦。今天这一集呢，老童呢，就是来一个不得了的模组啦。其实这个是很多个模组所组成的，它并不是一个套件。所以说呢，如果你们要类似的模组，其实也不难找啦。当然啦，我就是还是会怕有人找不到，所以说老童还是会把这些模组放在这个影片的留言或是影片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好不好？让你们方便去找寻，好不好？这模组就是巨大化模组啊，就是本来不能骑乘的恐龙变成可以骑乘啊。巨大化呢，模组现在目前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我们的灯泡犬，巨大化，而且重点是还会主动攻击，非常的夸张。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的闪光兽吧。就是那一只长鹿的那个，长角的那个鹿啊，长鹿的角是什么？长角的鹿啊，那一只也是巨大化了，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青鱼鸟也巨大化了，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一只？很像凤凰的那一只，有没有？孔雀的那一只，前面那只黑色也是巨大化了。如果呢上一集各位有仔细看的话呢，其实有一幕是有录到，仔细看的话，上一集是有录到青鱼鸟巨大化的这个画面，可是好像没有人发现，所以说那就算了。一般想说，既然被录到了，就当做彩蛋好了，就知道我下一集拍什么了，好不好？然后再来最后一只，就是我们的这个，看到那只绿色的东西了没有？先跟远远看一下，你看这只非常的屌，它居然在天空盘旋着，这只也巨大化了，这只叫什么来着的？我想一下，说真的有点忘记了。我们这边有小只的吗？没有。我真的有点忘记那叫什么名字了，太久没有上线了。我真的没有啊，没有就算了，好不好 ？OK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四只都驯服起来，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功用之类的。又从哪一只开始？有没有看到那一只灯泡犬这么大一只？有没有？就在前方。好不好？我们这边基本上呢，可以先抓一下哦。这边好多只哦，那我们来抓这边的好了。青鱼鸟巨大化的话呢，它是直接吃种子啊，就是这个异变里面的力种子，非常的方便。你只要刻一下，它就被驯服了。不过你必须要追得到它，就像这个样子。哦，有没有？这样就起来了，非常的轻松，轻而易举 ，easy 啊。然后这边这么多，你要几只有几只啊？你要几只有几只，好吗？完蛋了，我是不是没有无限钩爪？你这样子我会很尴尬，就下来，来，直接坐上来了，来，为什么坐上去没有负重？我的重量在他身上不会显示出来，这实在太扯了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处在于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吗？怎么会有东西晕倒？算了，不管。这个好处在于，就是说这些都是灯兽系列的巨大化，所以说呢，你如果玩异变这一只，你就直接带下去当成飞行生物就好了，完全不用去顾虑到你还要背一只小只的灯泡犬系列的那种生物，还蛮轻便的啦。那声音好可爱哦，你看那声音 ，My girl，My girl，My girl 啊！忘记关脸书啦，等我一下。右键是 My Green，My Green 啊，西键是什么？西键没功能。好不、哦？那我们看一下右键打不打到什么东西？不要打巨蜥好了，我觉得打巨蜥好危险啊。
那飞好慢哦、喔欸。如果给他吃这个会不会怎样？让他瞬间加速，有变快吗？哎、欸、有哎、欸，其实有差哎、欸。这个巨大化配上这个神奇宝贝工作台的东西，好像蛮屌的。现在是怎样啊？周年庆大拍卖是吗？全部的青鱼鸟都冲出来了。怎么右键才两滴啊？笑死人啊！你这个伤害1900是在骗人用的吗？哦，抱歉，我看错了啦。他的没有基本攻击力啦，这个是电的复合范围啦。哎呀，抱歉啦，那个我忘记这个跟一般的恐龙是不一样的，我有手霸气了。所以说他们像是没有基础攻击力啊，然后呢，他们这个电龙呢是会一直不断的恢复，有没有？你用掉它马上又恢复啦、啊。这个电龙根本是跟一般的比起来差108000里啊，马上就会自动充电，然后大概是一秒充个30-40左右吧，所以根本不会没有电的问题啊。我是不知道其他的灯系列会不会是比照伴侣啊？啊，你看这个被毒蝎子 KO 的鸟儿，好可怜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的高追？哎呦，我的天哪、啊！不要乱跑，好不好？不要乱跑，不要乱跑！来来来，我要跟你拍一下照，四脚朝天，有点好笑啊。该怎么拍好呢？啊，这样拍好了。哎呀，青鱼，你要走开啦！你就不能视像一点吗？老拍戏啊！哎呀，快醒来了，快点！观光景点呢？看见没有 ？OK， 这个当影片封面好像不错的样子。可以，好，我们继续。什么？哎呦，很跳哦！听说你在这里啊，没有人敢伤害你，是不是？哦，我就敢伤害你啊！完了，我死定了 ！Oh my god！ 不要！哇，那么大只的灯泡犬其实蛮恐怖的，16等。哦哦哦哦哦，跑嘞！很会嘛哈！啊，这是晕倒的灯泡犬。啊！巨大化灯泡全晕倒，还蛮吓人的，超级吓人的，有没有？嗯，我觉得应该收集他们晕倒的样子。来来来，拍张照留念一下，非常好。啊，这个直接送他吃肉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的饱食度要让他降下去的话，非常的慢哦。所以呢。我们直接给他喂他吃泻药啊，也不算泻药啦，那个叫什么？肚子饿的药吧，丢一块大腿肉要起来啊，吸不吸？啊，那他一样是没有攻击力啦。哎有哎、欸，他这边显示 energy 的人那个电容的容量再加攻击力，然后呢这边也有显示耐力跟那个电的那个容量，电的回复力。所以说这只是有经过优良的设计过，哦，那这只就可以点攻击啊！哎、欸，我在干嘛？哦，超屌的，我超屌的、欸，走路还是好慢哦、喔，现在有点负重。右键，哦呦呀，哇，这一只进攻型灯泡犬啊！要是真的灯泡犬这么强就好啦，哎、欸，真的有伤害、欸，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们先把我们的负重点到一个可以跑快一点哈、喔，啊，他马上就肚子饿了、啊，也对啦，好啦好啦，就是给你半吧，好不好？让你吃饱饱。哦，看见这两只了没有？我一震，哦，他们就还没死掉，我再震第二次，哇、哦，哎、欸，好强哦、喔，哎、欸，这个 A O E 我还蛮喜欢的嘛，啊，阵列之术。哎、欸，我觉得比起青鱼鸟带这只还比较强哎、欸，能打能造，哦，只差不能飞而已。哎、欸，我觉得这青鱼鸟啊，巨大化之后啊，我觉得这还蛮美的、欸。我说真的，你看这边一整群，真的好漂亮哦。抱歉，我觉得你们一定猜得出我想做什么，没有错，就是让他们去。哎、欸，居然有一只没死。哎呦，命很大哦！哎、欸，在那边视像点好吗？好不好？我们这只呢，我还蛮喜欢的。
虽然移动速度慢了点，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啊，然后在那边闲置一下。哎，我的啊，我的那只龙在那里啊，啊，还要我过去？当然是你过来啊！到底谁才是主人？哦，你看那边就一只啊！来来来，这一只驯服的话非常的特别啊。这边这个另外一个模组巨大化呢，药尾兽啦，我突然想起来，这只药尾兽它也会主动攻击，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哎，它主动攻击会让你造成晕眩。啊，所以说自己要小心一点。可是可恶，没有射到，有点难过。来了来了，哎呦，会喷毒有没有？会喷毒，这一只会喷毒，很毒的那一种，最毒妇人心。你看，哎，对哦，这只我们还没讲哎，没关系，那一只这一只也非常的简单，一并讲好。既然都出现了，巨大化的羊羊。给你吃种子，它也是种子系的，好不好？好不好？这也是吃种子的、啊，给它吃那个力种子，一般官方的力种子就起来了。不过它没有攻击力，有点可惜。啊！但是你看骑上去，我整个人，哦耶，哦耶 ，baby 耶，耶耶，然后你看走路，一定要这样子吗？啊，给你们看一下 ，Money a pony，Money a pony，Money Money a pony， 超兴奋的有没有？快乐的小山羊，快乐的原始人，啊，一起寓教娱乐一下。好啦，不闹了。好啦，别跳别跳，他的屁股好可爱哦、喔。对对对对对对，肥屁屁，有没有看见他肥屁屁了没有？喂，哎、欸，他跳起来好像有什么。哦，那是踩到香菇啊，吓一跳。西剑攻击超低的，真的很低。哦，好啦，我们现在来讲这一只好了。这一只呢，该怎么说？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分六七种属性的样子吧。现在你所看到这一只是毒鼠啊，然后它们很特别，是要吃蛋，它们都吃蛋。啊，是不是吃受精的还是不受精的？该怎么讲？应该是说，我只有用过受精的蛋喂他们是有成功，没有受精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好不好？然后他一样有伤害跟他的这个能量的那个范围啊，他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说他也是有攻击力，他应该是跟灯泡犬是一样的意思啊，好不好？然后一颗蛋丢过去，他就起来了。那这只是毒鼠的嘛？没问题。啊！哦哟，哎呦呀！可是毒的伤害好高哦！哎哎哎，干什么东西呀、啊？哎呦，嗑药喽！哦哦，嗑药了，救我！我会不会死啊？完蛋了，完蛋了！哦，好，还好，正常，还好，正常。哦，这个也，哎、欸，他也不吃负重的、啊，这么毒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点一下攻击力，左键攻击，哇哧，哦，伤害高，哎、欸、哎、欸，攻击速度好快哦，天哪、啊！他的西键跟右键是一样意思啊？我怎么感觉他西键伤害比较高啊？是我错觉吗？哎、欸，真的哎、欸，西键伤害比较高哎、欸。哦，他的右键是吐舌头啦，不是吐毒啦。吐毒的话，消耗的这个耐力值会很高啊。因为那边有一颗蛋哎、欸，等一下我们把那颗蛋捡起来。我吐，哎呀，干什么？很，听说你在这个地方很屌是吧？啊，晕了你哈、啊！来吃点东西。这个蛋是什么蛋啊？哦，原来如此啊！他这边会路边会掉这些蛋出来，然后你拿这些蛋可以拿来驯服他们是吧？自己吃自己的同类啊、哦？真的假的？看什么东西？嘿嘿嘿嘿！哦，我看到一只了。
Mega 版本的，这只可以抓。完蛋了，他应该不会弄死我吧？哎，看都没射到，死定了！哇哇哇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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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难晕？还没晕之前我就要被他弄死啊！不要，大大，有话好说。哦，不行不行，大哥，会死啊！哎呀，嘿嘿嘿，干，不要，跑嘞，跑嘞，啊，很会嘛啊，啊，倒了是不是？哎呀，偏偏这个时候，完了，有没有香菇辅助我一下？干，我要死了。最不想就是死在这个地方了，欸，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好，还好，还好。哎呦喂，这边香菇太多了，你怎么会冲到这种鬼地方啊？你要搞死人啊！哦，我还是绕个路好了，捡一下这个，波比一下。好，我们来稍微做一下测试哦。一般的弹都要没有没有，哎，不对哦，这个捡到的，哎，这不是我们的，这个是之前做测试用的啦。我们丢一下一般的蛋，他吃不吃？欸，一般的蛋也吃欸，所以说他们只要蛋，他们就嗑起来了。然后这是怎样发育进度？为什么喂他们吃之后还要发育进度啊？还要等他们长大是吧？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欸，我真的不懂欸，这突发状况，不管了。总而言之呢，还要等他们长大就对了。还是说蛋不够？那我就给你吃这一颗好了。吃吗？好，不吃了。我等他长大还一段时间，青年状态。来来，带回家，带回家。先回去，先回去。Oh yeah！ 嗯，我们来这边有传回来，哦哟，传回来。来，快点长大啊，哦，让我看一下你有什么能力啊。好啦，差不多啦。好，我们现在等它整个长大之后，我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啊？啊，应该是不会变啦，就变的是可以骑乘而已。没错。好啦，我们成功的抓到了这一只之后呢，欸，它的速度，欸 ，Mega 版的强化版哦，那速度一流欸，还是每次都这样啊？它的吸剑什么功能？欸，它这只反而是没有属性的。然后感觉就是各个能力有提升而已啊，它没有属性，吸剑就是做鬼脸，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做鬼脸有没有伤害，没有。我觉得他这设计这个模组啊，就跟青蛙是一样的，右键有麻痹效果。我土啊！我的吸剑超级没功能，表示难过啊！哎呦，差点弄到，好不好？这就是 Mega 版本了。原来它这个模组里面还有强化版本的耀尾兽，这么屌哦，这么酷！好啦，各位兄弟们，啊，我们回来了啊！然后头稍微使用的指令呢，把所有这个模组里面的各种属性的耀尾兽全部都召唤出来了。那各位所看到的这耀尾兽呢？目前呢，哦，有蓝色、紫色，哦，啊，这只是什么？灰色、红色，然后粉紫色。那还有我们那时候 Mega 跟前面的那一只毒系的，哦，大概总共2、4、6、7七种不同的耀尾兽。那他们每一只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功能。那相对的，一样是他们的负重都是无上限的，啊，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功能是什么 ？C 键有什么功能？哇！哎，欸，这支是鞭炮耀尾兽。来，我来看一下。哎，欸，为什么突然没声音？哦，吓我一跳！再一次，再一次。哇，伤害高哦！这是根本是拿来恶搞的吧？这一支。就算你没打到好了，你丢地上好了，也会来一阵很 beautiful 的烟火。
这一只根本是恶搞的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只哦，这一只是什么？红色的，该不会是吐火焰吧？吐一下。哎呦，真的嘞！哇靠，耐力一下就没了哎。要让它这样子喷发，需要一段，就是怎么讲，需要一个很大量的耐力啊。啊，烧！哇哇，要燃烧伤害！哇，我的天哪、啊！就这样被烧死啊！啊，因为我被烧死，差一点是不是？送你上西天啊！哇塞，这个被吐到还有燃烧伤害，每秒75，会不会根据攻击力有所提升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挑一只好了。完了，这边都是我们杀过的。有没有血比较多？让我们来试一下，会不会根据？看这个一下就死了、啊，好像没有哎、欸。如果会的话，真的就厉害了。我说真的，烧我们家的不行，对我们家的没有效。好吧，这只就是会喷火的药尾兽啊。啊，这只哎、欸，这只是纯咖啡色的，纯黄色的，该不会闪电吧？丢石头哦！你以为你是石巨人啊？你以为你是石巨人吗？来来来，刚刚打300多嘛，对不对？哎、欸，是真的是有根据的哦，它会是跟伤害做加成哦。所以说，如果燃烧伤害，我觉得有可能也会持续不止75，可能是75以上哦。如果你有点攻击的话，那这只黑色的是什么？这是怎样啊？爆屁是不是？那个有距离的吗？我看一下，我爆一下就死了。每次功能都不同哎、欸，再放一次啊，没耐力了，该死！给我更多喷！哇，这只屌，这只屌，有摔到，这个有摔到，这个有摔到，厉害了，厉害了！哎，最后一只，最后一只蓝色的，来来来，你又会什么？你又会什么东西啊？闪电哇，打在地上还有效果，会不会持续伤害啊？我还蛮好奇的、欸。前面就有一只毒蜥的来试一下水温啊，而且感觉毒蜥好好遇到、喔，然后这种比较特殊系的不见得遇得到，都看运气耶。哇，等一下，这是谁发的、啊？那个是毒吧，对不对啊？对，那是毒，没有错。Hello， 你好，你现在在找人吗？我可以帮忙哦，我可以帮你哦。你为什么不理我了？看，很会哦，这家伙很跳哦，是不是？去死啊！好啦好啦，这就是我们的模组。今天这个模组大概就是这些啦。好不好？就是让各位稍微开开眼界，看一看这些巨大化之后多了什么功能。我个人觉得蛮屌的啦，哦，你们也可以装来玩看看啦、啊。我就把这个模组放在影片下方以及我们的说明栏里面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就把它装来玩一下吧。啊，带一只回家嘛。其实大巨大化的蜥蜴也蛮可爱的啊，对不对？灯泡犬也不错。啊，刚讲而已，我们这个灯泡犬死掉了。被毒蝎刺死了。好 ，OK， 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的结束啦。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方舟异变再见喽，拜拜。